上去之后下来之后看到这个手册稿，不是一踢的时候人家已经进入公布了，就是不能站立，一踢站起站直了，我就晃了，一步就站到底了，然后转悠快点，速度一点就打进去，都是为了都是想都是身体的弱势，然后就打。是不是快点？那么大一点啊！来坐一下。那这个手不能动啊！我先出到人出到这儿，哎，这个大的工作啊！出来！再回来，马步坐一下。坐到底儿，这是不行，再打开，这是马步吗？坐一下，坐起来，坐起来，拉开，再拉开，没拉开，拉开了吗？